5月23日，陈赫在自己微博上传一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看到这些走不动道都是回忆。”照片中，陈赫身穿军绿色外套，内搭白色 T 恤和黑色休闲裤，脚踩白色运动鞋，站在满是动漫角色的墙壁前，高举左手，十分带感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跟动漫墙连续合影3张，时而双手比赞，时而仰头欣赏上方的漫画，真是十足的动漫迷了。看到此画面，网友涌入评论，童年的回忆暴露年龄了。还有粉丝晒出一张陈赫看玩具的照片，称看到玩具也走不动的赫。也有不少粉丝表示陈赫瘦了，不过对此陈赫拒绝探讨，直接在评论区喊话网友：别聊胖瘦行不，看漫画。